我找着他们找不到对象的原因了。是什么？理论知识太多了。你能做专家，你应该个想的太多了。不坏的人最先讲理论。差生文具多，差不多道理一对一对的。我真的发现了，这期节目呢，不只是能看美景、那磕 CP， 而且我觉得这个节目特别像一个美食节目，什么海鲜大餐、下午茶，好多好吃的太多了。当然了，谈恋爱最幸福的事儿不就是跟喜欢的人吃喜欢的东西吗？不多说了，看别人谈，我太羡慕。他们的旅程这才刚开始，后面还有好多美景美食，有的是你羡慕的。但他们每天吃这么多美食，这肠胃受得了？你忘了，他们有护卫神器啊，天气那么热，什么冰咖啡啊、冷饮啊，通通拿下。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，我要把这波案例我略微的给他记下来，那回头我再找机会试试。比赛怎么样？跳一个，你来跳一个。周周去上面做肌肉充血，只为了要下来游泳。男生会的。哇，这直愣愣的跳法。哇，你跳得好潇洒呀。Hello 这个转身 Hello 他是谁？ Hello I'm David。 给大家祝福信。哇，可以了，可以跳跳。我不敢，我怕我刮到。哦，慢点。这水还有点热吗？ Hello Hello。 好好看。哇哦哇哦哇哦，最好看泳衣出现了。哦，这个发言，这个发言。他的眼神。给你们照张相。拍一张。你过来点。一二。快上来，快上来。来了。要不要跳水？想跳可以平。想跳可以平。别整这浪漫的。哎，我这射程还挺远。这个瑞姐就是她的声音跟她的形象，原来是那种特别女神的，然后一张嘴，嘿，我这枪射的还挺远，是吗？就是跟她的外在很不搭。嘿，我这枪打的挺远。哇！哎呀妈！我已经在努力隐藏。现在怎么玩？现在怎么玩？我们可以。拿这个泳圈当篮筐，我们投这个球进去。哦哦，3、2、1。哇哦，好，我们下去，我们下去。耶耶，一二三，对，你不能，咱们可以的，咱们可以的。他们又下去了。这是咱们的，咱们上来都快点啊！你先听懂就能了嘛。规则就是不要让他们的球响。好，简单。啊！我防他。准备好了。好啊。你还是等着。哎，这是球头飞了。
没事没事，加油。为什么他们在防我呀？你们进攻了。哇，还有这样人！我又，